走，你去前面换。好，谢谢。怎么办？完蛋了啦！我等一下还要去接待外宾呢。这么大片，你干嘛？交换裤子啊！你穿我的，不然怎么办？你转过去了、啊？干嘛？你害羞、哦？我不习惯了。徐同学请我把东西交给你，因为你在上课，所以他就先走了。啊，晚安，谢谢。需要你吗？进来吧。
你来这里我帮你看牛文哪里受伤。哦，小心哦。这里吗？对，坐吧。这里很痛是吗？应该是。我帮你一点点。我自己来。哎，会不会感染啊？我带你去医院。还好啦，小伤而已，擦个药应该就没事。他之前不是这样子的，就最近过得比较苦，常常喝酒醉就跑到店里来闹，跟我妈要钱。没想到你那么辛苦。好了，小心。谢谢。我帮看你还有没有哪里其他地方受伤。这里还会痛吗？你这边怎么红红的？我看一下，应该是今天刚被烫到。怎么都不说，不会痛吗？没事了，被烫习惯了。哪有被烫习惯的啦？常在面汤帮忙啊。哦。整片都是红的。不行不行。我自己解决。我自己擦的。是啊。痛吗？还好。我帮你擦。不要乱动，越动越痛。衣服有点脏，我去帮我拿衣服换。给我擦，我还没擦完。没事没事。去哪里？我去帮我拿衣服。许章，这么多 CD 啊！哎，这都你的哦，超酷的！对啊，全部都我珍藏。这你偶像哦。
他是我爸，音乐人哦，出过很多张专辑。酷哎！那他有开演唱会吗？我想去听哎。哦，他在我国三那年就走了。总有人会来，不需要掩盖。像天空大海，从来不曾分离。